FUWEI 家用机之图片秀。首先，连接 WiFi。第二步，将导入图片的 U 盘插入电控。点击图片秀功能，选择要秀的图片，点击导入，设置尺寸，点击生成花样，点击保存即可。刺绣开始，图片秀功能只需直接导入图片生成花样，无需制版。拥有自动剪线、自动换色，最高转速可达1200转每分钟。刺绣完成。